12月20号，我现在是在毛主席纪念堂前，现在已经11:30钟了。但是您看看，这陆续前来瞻望的人啊，还是挺多的。您看看，还有很多人啊在陆续来，这都是个人预约的，是跟着旅游局来的。这人还不少呢，前来瞻仰毛主席的。毛主席纪念堂呢，它是单向那个瞻仰的，北门进，南门出，然后东边这个口呢是个人预约的游客可以从这边进来。如果您是跟着旅游团来的，您是要从西边这个口进入的。大家看，这会儿已经没有旅游团带着游客上这儿来了，因为他们都来的特别早，瞻仰完毛主席啊，就去这个故宫了，所以他们行程也特别早的。这会儿全部都是个人预约的这游客，你看。还是人挺多的呀，我陆陆续续的人来的啊，还非常的多。现在已经11:多钟了，到12点就闭馆了。咱们看看这人，哇，我约了好几次了，我都没约上，只能每次来到天府广场，我都想来这儿看一眼，也代表我，也代表大家瞻仰了毛主席了吧？每次都想忍不住的来这儿看一眼。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，你看这人还是挺多的。这会儿如果早晨来的话，那简直就是人山人海了，因为这会儿已经快闭馆了，所以人要少一些。有好多游客预约不上的呀，都会来这儿拍个照。你看看，这都是预约不上的游客都在这儿拍照呢。只要来了天安门广场，没有预约上毛主席纪念堂的，都会来这儿拍个照，来这儿看一眼毛主席，就也代表自己瞻仰过了吧。我的母亲，我的祖国。